们总是能发明一些东西来改变这个世界。但真的是他们发明的吗？桑榆，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？桑榆，你怎么样？就你们这帮小毛贼！他是谁啊？动得了这么大事儿吗？哎，坐沙发那个。一个人偷东西是想一个人不偷东西可他。还是个小偷。谁的钱不是他的？这病怎么那么值钱呢？这是神的旨意，让你把你之前吃的苦都还回来了。废话，按自己原则的人，这个人一辈子掌控不了自己的命。的一切都离我越来越远。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卑微苟且的生活。那你能坚持多久？你有命换来的。